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粉色的一个衬衫裙哦，给大家签一下。这款裙子的话呢，是一个粉粉的颜色，我觉得特别好看。它还有个黑色款的哦，然后这款呢，看上去就很显瘦啊。它呢是一个褶皱的，这里腰部做了一个褶皱，我觉得就会比较遮肚子啊，这一个设计点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它这里是有个单排扣的，裤子这里呢都是可以打开的啊。这里领子这里呢是一个 V 领加翻领的设计啊，就比较独特。而且它的后面这里呢做了一个这种收腰的，我觉得就线条感还是挺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长短，长短呢它是一个短裙系列的啊，这款小个子也是可以去穿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面料，它的面料摸上去呢手感还可以的啊，然后它的垂感呢我觉得也不错啊，不容易褶皱的。它这一款的话是没有内衬的啊，但是它不会透哦啊，非常轻薄的一个面料啊，非常适合夏天来穿的。然后它的弹力的话是几乎是没有的啊，买的这个是 S 码，现在我们来把这个穿上身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了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这腰部做了一个褶皱，真的是不会显肚子哎，这个设计点我觉得从侧面看也很好看啊，后面给大家也看一下，后面也挺好的啊，给大家参考一下效果。侧面这个褶皱呢设计我觉得是很不错的，比较遮盖小肚子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很能遮肚子，而且就算你肚子上肉是比较多一点的姐妹们，它也是能遮住的啊。它这个包容性还可以啊。它的裙摆呢是个 A 字版型的啊，很宽松，也比较遮胯，也是遮我们大腿啊，很显瘦整体的效果。看一下，上面就搭配了一个凉鞋穿，这款小个子是真的可以入啊。这款版型还真不错，另外它的面料呢，手感摸上去也很柔软、很轻薄，穿上身的话也没有扎人，到现在啊，没有扎人什么的。这件粉粉的裙子我觉得就很减龄啊，我决定要自留了这个裙子。这个裙子我觉得版型设计也太好了，真的穿上身就很舒服。它的质感也很好啊，它领子这里呢它是一个翻领的啊，视觉上就很减龄啊，会显脖子比较长一点，这个 V 领设计啊。袖子这里呢都是常规的一个袖型，搭配一个包包，这样穿的话出去玩啊或者旅游啊上班都是可以穿的啊。这款的裙子呢是比较日常的啊。学生党和上班族都是可以入的，而且它是完全不挑身材的啊，真的是一款宝藏款连衣裙。好了，还有什么你想测的款式呢？你可以私信给小乔，后期会安排测评哦。感谢大家收看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